那我们明年家族呢，大家这个40天呢，再通过四旬节的反省、受赞跟告诫。对的，迎接基督的复活，我们将团体将龙虎添翼。那当然，今年我们明年家族要龙行虎步。对呀，我们团队更要龙腾虎跃。哎呦呦呦！那你们今天讲的都是，龙虎添翼，龙行虎步，龙腾虎跃都有虎字嘛。是啊，今年是虎年嘛。那既然是这样子，那我们今天就来一些要特别的，我们就用虎字成语来讲我们的相声。好，我们来比赛一下，看看谁成语多，每句都要虎字组。好，给大家活跃一下气氛。 把虎字成语，我们表演一番，再来说我们的四旬度，虎年度四旬。对的，好，我现在开始虎啸生风，有点难度。那我就来一个虎头虎脑，我来一个虎背熊腰，虎口余生，哎，虎口拔毛。 那我就来个虎口抢食，虎虎拔毛。哇，那我就来个虎口抢食。我来一个虎气担当，虎虎生威啊！那当然不要虎落平阳了。那更重要的啊，我们要个虎穴龙堂，虎踞龙盘。大家虎年吉祥。虎放虎归山。哇，那放虎归山，这虎一定啃饿了，那就来个饿虎。 蚕龙卧虎，啊，那也有虎，敲山震虎，哎，那就骑虎难下了。哇，那一讲到老虎，我就怕了，就唐虎色变了。龙虎战斗，你龙虎相斗不要为虎作战。那应该是狐假虎威吧？哇，那我的这里是小羊，岂不是中了虎口？两路虎口。 龙潭虎鹰，他说的狼腾虎鹰不是龙腾虎鹰，这个我们李方平现在太红了，我们你这样讲，我们要龙虎添翼。对呀、啊，我们就要来羊虎为攀。他说羊虎为攀了，那我就来个降虎伏龙。我来一个牛郎束虎。哎呦，龙虎相斗。 只好请杨紫琼拍的那部电影出场了，《卧虎藏龙》。来一个豺狼虎豹，我来个调虎离山。那我就请出武松打虎了。哎呀，请出武松他没有，那我就请我的女儿出来仗着猫画虎。女儿也出来。哇，我说不出来啊。来一下。 心虎磨皮，鱼虎磨皮吧。心虎磨皮，专门给你们用的。鱼虎磨皮。那我们要坐山观虎斗。哎，山中无老虎。猴子称道王。哎，不对。没有虎字。没有虎。要罚。罚说两个虎字。 那还得要想想，那就九牛二虎之力吧。还有啊，再来一句就是前怕狼后怕虎，好，对，怕的。不错，九牛二虎有虎，前怕虎，前怕狼后怕虎有虎。看来大家挺怕虎的。现在有点谈虎比鄙视了。不错了。 也讲了那么多虎字，那么多四旬题有什么关系呢？那当然有关系了。我们回到四旬题，从圣灰礼仪讲起。就是圣灰礼仪节开始到耶稣受难期间。哎，你们都知道，圣灰礼仪啊，神父在我们每个人头上画个十字。 什么意思啊？哦，它是根据圣言题圣教会的训导，人是从土里归，人是从土里来归于土的。那它
它象征着忏悔者做腐熟和忧愁，同时象征人的生命脆弱而短暂。那我要问问大家，四旬期的要求？我们必须守斋做腐熟。那也要告解和祈祷。我们要悔改。施舍。 施舍，那你们知道悔改的意义吗？悔改就是回心转意，治疗罪人的良药。那悔改就是回来归向上主，也就是弃恶从善。哎，对啊，在上主面前，我们只有心里的统会，应该选择在统会者的品行上。对，所以悔改的行为应该是比腐熟更重要。 那我们怎么样去做腐熟呢？在圣经中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民为了免天主的惩罚，他们洗心革面。对，他们用苦行和苦说礼仪，哀求天主的宽恕。是的，苦行密切联系着认罪和忏悔和悔改。那苦行乃是禁食、穿苦衣、撒灰土。 放声大哭。先知告诉我们，告诉我们，如果心里不悔改、不革损，自己的心一切的外表礼节都是没有价值的。好，我们了解到四旬期的意义，那我们就知道该做什么了。对，应该从我们的团体和我们每个人个人的做起。 因为耶稣也是受到万人欢呼时突然被钉在十字架上的。那我们都要从心里反省，练习雷神父打倒我，练习死亡。练习死亡不是叫我们肉体去死，而是叫我们处境更新。我们在练习死亡当中要实践死亡。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实践死亡，在为了我们的信仰受到误会、受到攻击时，想想我们的耶稣。对的，例如我们在服务中实践死亡，我们就应该参加必敬。那或者每周可以守斋、周一、周四参与灵修圣经分享。礼拜五拜苦读，学耶稣的榜样。好，等等。从圣会礼仪开始到耶稣死亡啊！我们有许许多多可以歌颂我们自己的机会，那更有许许多多与天主和好的机会，有许许多多的补赎、奉献、洗心革命的机会。只要我们皈依天主，对，只要我们能够痛改前非。 就能实践死亡。只要我们苦行补赎，就能存牺牲。只要我们做到存牺牲，我们定能获得重生的禅喜乐。很好，弟兄们，我们过几天就要过佛国节了。复年的四旬期啊，我们明元子弟要相互知面。对的，明元子弟个个争气，明元子弟千万豪气。 明元子弟同心合意，明元子弟遍布大地，明元子弟充满活力，明元子弟有情有义，明元子弟前仆后继，明元子弟不求记忆，明元子弟爱人爱己，明元子弟惠主满意，明元子弟喜乐无比，明元子弟主内相继。谢谢。